建议你什么时候到泰国的？我是建议你去找一个大场地的地方。你什么时候到泰国的？刚才。刚才来，那你坐什么？坐飞机来？走过来。啊？走过来。骑大象。啊？骑大象。骑大象过来、啊。对。然后没事儿，这一路上抽个大烟。泰国大象多吗？大象啊，街上都是的，基本上不用开车。嗯。都是骑大象的。所以像这样拍这个抖音，你喜欢泰国吗？哎，大象太多了，管理不过来。啊？你像这些车都不需要开，只需要骑大象到这个地方去，办事非常方便。那也不热啊？哎，是吧？不热啊。和泰国。你骑大象不热？现在不热。